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。那个，我们从现在开始的话呢，讲 YouTube 的官方知识啊，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知识点啊。大家看视频有什么不清楚的，可以扫码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加我的微信，或者是在视频下面下方留言区留言，我看见以后都会给大家答复的。用虚拟键盘输入。如何使用屏幕键盘以其他语言进行搜索？如果您使用的语言需要特殊字符，如阿拉伯语、希腊语、泰语，请使用虚拟键盘在 YouTube 中输入更为精确的搜索字词。虚拟键盘仅适用于某些语言，在 YouTube 搜索栏中点击键盘图标以显示键盘，通过点击并拖动键盘来移动它。要使用键盘，只需用鼠标点击键盘，或者在实体键盘上点击相应的键，不是所有的实体键盘都兼容。要显示更多字符，请尝试点击键盘上的 Alt 加 Ctrl 和向上箭头。